你想不想赚钱？老爸教你学技能，难道是老爸想赚你便宜吗？No, no, no. 老爸只是想你在社会上多学几个技能，可以混下去。你再看一下网上这些小狗狗，看一下那些狗，你就纯靠这张脸，在这个当今社会你是混不下去的。别每只狗有每只狗的技能，你知道吗？知道吗？靠脸是不长久的，像你这种中年老狗，对吧？你看，你又要还狗粮的贷款，对吧？又要还鸡腿的贷款，最容易被那些无良的老板给压榨，你懂吗？有常识吗？所以说，老爸教你技能，老爸用心良苦。你自己好好消化一下。好，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，结束了，不收。哎，对嘛。